刚才吃的那个，弄这点吧。刚才吃的那个香螺，现在吃鲍螺。嗯，这个没吃辣葱。把冰箱拿出来了。我上戴美瞳了吗？眼睛亮亮的是吗？眼睛亮亮的是因为我前面有一个补光灯，所以亮。我没戴美瞳。新疆的宝宝别去拍了，新疆西藏的啊，发不了货，运费太贵了。我那天给别人发了一单，他自己拿运费花了55块钱的运费。后面锅里面还整的那个鞭毛屑。